好，然后再来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一下，可能在山上遇到的一些风险，我们会想到的一些状况，然后我们可能可以解决你们可能还没上山前的一些焦虑。然后好不容易过了这个抵抗力，然后再往上，其实基本上这也是费力，以及你是在浪费力气。对，所以你自己身体应该会有自己的反应，是你会做一个平衡。只要不去想，你不要去一直想，自然就让身体自然的动，它就会回到那个应该有的地方。因为这两件其实这也是蛮好的，它是比较厚一点的。我应该不用带衣服吧？因为大家都很那个知道它的原理是怎样的，因为在露营区比较常见。很好。很长，我们一起翻身。可以啦，我觉得好可爱，不能翻身的三个人，好可爱。你有撑过多重吗？我先8.5。8.5。